下面新闻呢，还要告诉您，本地研发迅速诊断糖尿病患者是否发炎的仪器，只要20分钟就能够知道结果。新西兰首个火箭发射场启用，要让新西兰成为发射最多火箭上太空的国家。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，而且它容易清洗，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。